调了就直接管上了。是三块瓷砖同时调上。好的，刚才声音很大。稍微多一点。
啊，你一人到时候给打零了。
影光光的也要测啊。来到东方明珠上海中心啊，来夜景光光的游车，我们还是从这里做。
欢迎坐。下次我没有什么好就还要买个大衣的东西，我身体不适合要买呀。大衣吧，我是也不知道我来的地方，但是我想穿牛仔。
可以吧？就是那一栋肯定是签掉的。应该有点像。包谷本来少的。哎，你这里还有位置吧？在南部啊，还有位置吧？没有，这边有位置。这边都是因为嘛。加油！加油！准备行程。
是啥庙？哎呦，我靠，啥庙？
有把握的。我说要谁拼拼拼。精神不畅，精神不畅，看起来，他后面还有一个。